想茁壮时代。上，请坐。谢班长。同志，
我们不为了加强新兵的体能战绩，从你们这地开始，建设恢复五百障碍。搞什么？闭嘴！安静！你们吵也没有用。排长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只要各位经过五百障碍的洗礼之后。 铁定能比前几梯自然武身更精神。我现在开始上课，今天要上的课程是三型三镜中的要境，在战场上随时可能受到敌火的攻击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低于自己射高的掩蔽物来做掩蔽。 当你从一个掩蔽物开始移动到另一个掩蔽物的时候，就要运用到要进的方式，快跑前进，这样才不会成为敌人的标靶。现在，我们请我们的蔡班长帮我们示范一次。蔡班长，出列。 首先，我要降低自己的重心，越低越好。再以 S 型的方式提枪快跑前进，要进前进。第五班，注意听到班长这边，待会班长会下达班兵注意。 以要进方式前进前方二十公尺处的这棵树，这棵树就是你们的目标，不要跑到旁边去，也不要跑到我后面，这棵树就是你们的目标。我下达要进前进的同时，迅速以要进方式前进，了不了解？了解。好，要进前进。在干什么啊？电焊头，你给我跑起来！ 身体要定，身体要定，不用，你对着我直冲过来干什么？持续，我靠，你叫你过来，你给我趴下干嘛？要进前进，就算。 赵耀志，你们搞什么状态一起啊？我倒，我们两个听我的，要进前进。吴勇，你钻到我脚下干嘛？而且。 要进是用 S 型的方式前进，你这样直接冲过来，连躲都不躲，你以为你是钢铁人啊？莫名其妙！陈天兵，大家好，你的验退公文已经在跑流程了，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应该可以顺利验退。 排长觉得很遗憾，不过你要记得，回到家里以后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再梦游。谢谢班长。
罗刚，卧倒是这样卧倒的吗？班长刚才在上课，你没有在听是不是？罗刚，班长呢？就再跟你讲一次，什么叫做卧倒？卧倒的时候，身体要先侧身，从你的小腿到大腿向外滑出，缓冲力道。照你刚才缓冲的姿势，你已经受伤了。我们上战场杀敌人，敌人还没杀，你自己先受伤，莫名其妙。快塞洞！罗刚，余班长讲的对，你刚刚的动作确实是不标准。我看啊，光用讲的你是不会了解。余班长，请你示范最正确的要劲给入伍生看，让我们好好的学习。是。吊把锥。锥。刚刚看各位的要劲动作，士官长觉得相当不标准。现在就请由干训班出身的余班长，为各位示范最正确的要劲动作。大家仔细看。他已经把球做给你了，蛮劳苦的。要看你最面的一面，要像上次一样拉单杠拉到头杠啊！你等着看吧。做这么标准的示范，谢谢班长。余班长，帽子外来调一下。谢谢班长。怎么？是不是刚刚操的太累，受不了啦？哎，如果你再这样跟余班长联手针对我，哪天我受不了，我真的会逃兵的。我哪有针对你啊？你动作的确是不标准啊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不然哪天你真的上战场了，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所以我想，士官长的动作应该比余班长还标准，难怪那天 PK 会赢我。
寨，愿赌服输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说啊，余班长啊，可以为了士官长当仁不让，还特地跳出来做示范，这摆明是跟全连弟兄宣布你们的恋情嘛。你不要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我没有乱说，刚刚啊，全连的弟兄啊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，大家都说士官长跟余班长的感情真好。你，鲁刚。请你注意一下你的态度，有些话大家心知肚明就好，不要这么大方讲出来，我怕有人会不好意思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忙吗？师长，你看余班长对你多好，不管前面是千军万马还是枪林弹雨，只要是为了你，他在所不辞啊，师长。这种好男人真的不多了，好好珍惜啊！包班长，这里看了，谢班长，罗刚，孙班长，罗刚真是识相，他知道，他知道我跟你，你给我闭嘴！于班长，你没事写什么烂诗，没事写什么纸条啊？还有，现在变全连的笑柄。我告诉你，要是让我在连上听到任何有关纸条或者是内裤的事情，我就让你穿你那条内裤跑3000公尺。他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在哪里？有了，我之前看到他们在这边约会。一定在这里了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的有呢，他们还躲在我帐篷里面哦。不要那么冲动，冷静一点。哦，你在看啥啦？什么代志？这神秘啦！你我来把妹啦！哦。你嘛较细声诶，啊！你虽然会较吵着，我们就没戏看了啦。你无开啊啦，还嘛无开？还没啦。也未错，还嘛就错去，点点嘛看啦。我问你哦，之前吴勇跟我说，是因为你卖洋洋粉给地球，才会害我哥过敏的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啊？可是吴勇就说是你做的啊，那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呢？我当然是相信你啊。那就对啦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骗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告诉你哦，我这一辈子啊都不会骗你的。真的哦，你不止这一辈子不能骗我，你永远都不能骗我哦。哎，牵手了，牵手了，顺利攻上一垒呢。这他等下一定会到呢。耗子，耗子，啊、你觉得他会不会顺利攻回本垒啊？照我对伊的了解哦，差不多半路去用食沙啦。无啦，会去用教练毛来做板凳球员啦。哎，卡细声呀！
手哎，感觉比较像在遛狗哎。有押韵呢。好浪漫，手牵手，感觉比较像在遛狗，谁遛谁？乌龟遛铁锤，蟑螂怕拖鞋，甚至是乌龟，小燕是铁锤。哎呦，这个铁锤有点大。哎，先生，请问一下那个玉婷进门了？没有看到啊。谢谢。无啦，我是询问问你，不在，你也找不水相。阿伯，你是被谁关你？哎，他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他是老师，不是店员，好不好？李佳，平常时你若看到我，玉婷就袂来。安怎讲啊？因为一间店里面只可以有一位美女。哦，你也是看不来的。你讲啥？我不买东西，请离开，我还要做生意。班叔，哎，小蔡，他先付钱。九九，哎，不用找。没有啦，误会了，这是因为看你眼睛都快贴上去了。不是的，那是因为我，我还以为你这个人多有内涵嘞，原来你喜欢这种暴乳的、喔。我嘿呀，度假够可能丢高档款嘞，还没付钱就想给我拆开。不啦，那是因为别我。没有啦。我全包了，全部要，全部全部要。全部都买，变态啊你！不要紧啊，他买越多我们赚越多，谢谢。这是多少钱？10本990。哦，肤浅。我是真的苦衷哎，我苦衷？你有什么苦衷？你说。Boy。有什么苦衷啊？Boy。啊，恁两个进行进行哦。嗯。安娜，我给哦。没办法、啊，人家喜欢鸡奶妹，嫌我身材不好啊。我啦，玉婷，你给我回啊，我是真正苦衷啦。来哟，结好账的发票去找你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有什么苦衷你说，你讲出来嘛。讲出来啊。玉婷啊，我来跟他说，我来跟他说。告诉你啊，你这玉婷会这么生气，不是她很在意你啊？那你有什么苦衷说出来嘛啊？兄弟挺你，好顺啊！不用问了啦，他就是喜欢鸡奶妹啊，才会把所有的周刊都买下来。喜欢鸡奶妹哦，我看一下，不，你不能看。为什么我不能看？因为啊，被气了，被气了！我想盖的，不能卖给别人喽！盖，被气了，我哪会付啊？如果有人要出多一倍的价钱，我就卖哦。我再多出一倍，这么辣，看一下啦！看啦，不会哭啦，借点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哦，个军中情人呢？我不认识啊。哇，这居然一定是假的啦，挤出来的啦，免惊，你袂输伊。
屁事啊！人，你在住哪里我都不知道哎，就这样牵手，会不会发展太快？我家就我爸、我妈还有一个妹妹。那你家住哪里啊？住哪？住在海边啊，窗户一打开啊，就可以看到海，有时候旁边还会停几艘船呢。不过我家的地理环境比较不一样，如果遇到海水涨潮的时候呢？就会像马来西亚兰卡威那种在海边用木头盖的 villa。所以你是住在海边的别墅？算了，不过就是海边的房子了，不要说别墅了。是假给人家叫钱，他真的很会屁耶！上次说要给我小米酒，现在连个小米都没有给我看到。我知道你了，俩高，好，走。小燕啊，你肯请假要干嘛？是吗？我想请你去看电影。我什么电影啦？啊，紧走啦！叶大同要来掠狗啊啦！你哪知？你咪问阿姐，你紧走啦！谢谢啊，兄弟，谢谢啊。我想请你看电影。相信我，我不会欺骗你的。我走开啊！相信我，这辈子都不会欺骗你的。哎呦，我下辈子也不会欺骗你，我下半生也不会欺骗你的。上次那山猪的故事还没讲完呢，被吃掉了啦，没什么好讲的。啊，就这样。大头，大头。我没想到你妈妈是红姐呢。哦，我就听没有卖菜啊。我足无聊的呢。啊，你都要天鹅啊，要红草啊，无聊去梦游啦。十块，啊！因咧看啥？啊！你付钱就知影嘛。哦，付啊啦！呵呵，你看在。今天把所有的车牌都买下来，都寄伫遐给阿兰看，是不是有啥物秘密啊？还有啥秘密啊？
那娶奶妹啦，奶大腰细人又正啊，这看来就明显。啊，我哩只看这影片看过伊啦。真的，快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看看看，看一百再看看。去走走走，快快快，来困难来困难来，先回走开。哎，小可小可来来来，不管不管，快走快走快，来。哎，鬼不笑伊。我给我尿伊，我去尿。我感觉奇怪呢，现在那本周刊给我看，那无啦，哪有啦？是不是有什么爆料？无啦，都是跟你无关系啊！啊，我哩只看这影片看过伊啦。提来我看。提来。我爷爷，来讲，无你敢不相信？提来，提来，不要，不别来啊！你我，哎，你别来，不要来，我，哎，我这，慢，这，不不不，我这，哎，糟了！有穿衣服啊？为什么出来的时候只剩一件内衣？你们修图也修得太夸张了吧？把我衣服全部都修光光，连我妈都以为我去拍清凉照。哎，那我还有什么形象可言？现在害得我连出门都要遮遮掩掩的。你一定要给我交代啦！周刊登都登了嘛，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我想解约。合约就在这里，你看清楚。如果你要解约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把它给撕掉。撕啊！我看你啊，有多少钱可以赔？到时候不要说是清凉照，连拍裸照都救不了你。你唔通哦，他妈空看空看。喂，太阳基金公司，你好。请问找哪位？哦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啊，你叫啥名？林博文。啊，你做啥？当兵啊？打电话给我。喂，你打来这里干什么啦？为什么周刊上面有你的暴露清凉照，还有跟男 model 出去约会的消息？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凶不凶？就只是炒炒新闻而已嘛！我现在是艺人了，靠粉博版面本来就很正常的事情啊。那你有没有顾虑到我的感受？你有没有想过我朋友看到照片会怎么想？现在全成功你都知道嘞。哎，那你可以跟他们解释嘛。我要怎么解释？照片都登出来了，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是真还是假。我不管，我不准再做这个工作。哎，林博文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哎，你凭什么叫我离开啊？凭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不想看见你出去跟人家抛头露脸，赚这种皮肉钱。你不要讲话那么难听，
这我做的是正当的行业。我讲错吗？你有必要为了赚钱穿得那么清凉吗？我不想跟你讲了啦。喂，田心。喂，我要一个人小清静。教你的，香到哪看到哪，莫名其妙啊！除了吃饭跟唱歌，用点脑。走在部队最前面呢。刚下达的命令是潜行，只叫你傻傻的往前走。如果你踩到什么地雷陷阱，会因为你的疏失，暴露整个部队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班长，我下次会改进的。我听其他人说，你是不是跟你女朋友有一点问题啊？要不要带你去找幸福官？谢谢班长，不用了。好吧，如果你真的想不通，再来找我。我虽然没有谈过几次恋爱，但是你们陆武生跟女朋友的感情问题，我也看多了，可以跟你分享一些经验。谢谢班长。你好。好。怎么？连长，我是不是要验退了？我已经把你的相关资料从连部送到营部去了。相信在不久的时间，你的验退公文很快就会下来了。公文下来，我马上就要离开连上。原则上是这样，没有错。陈连兵，有。虽然你来新训中心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但是连长看得出来，你跟连上的弟兄相处都非常融洽。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友谊啊，也许将来他们都是你一辈子的朋友，所以你好好珍惜剩下来的时间吧。可是我身上挂着红背章，
不能跟大家一起翘课。很好，你终于体会到什么是团队精神了。你虽然不能完成新训，连长觉得很可惜，但是这段期间的训练还是有为你带来收获的。谢连长，让我先回去了。连长讲我会验退，是啊，验退，较细声嘞，验退，你完成我的梦想，验退呢，恭喜你脱离苦海了，睡在这个睡到自然醒呢，哦，现在 F 四都减一个人啊，对啊，无紧啊，这个找到啊，阿狗卖晒啊，我会弹吉他哦，哦，哎，应该欢喜啊。我知啊，但是我唔知影为虾米欢喜袂起来。干嘛这样？晚上去住下，你就欢喜了啦。对啦，你就欢喜了啦。他笑的啦，笑一个嘛。对呀，哇，也对嘞。做几日啦？看欢喜，做几日？教我怎么梦游啊？乖啦。做几日啦？做几日？笑不笑啊？笑袂出来啦。警察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可是梦游症很难判定吧？你不用再怀疑了。陈妈妈早就把陈天斌的病历都拿去医院，所以啊，报告才会出来的这么快。倒是陈妈妈一直在质问是不是太操，才会导致陈天斌又梦游。我看啊，陈妈妈到时候来连上的话，你可要小心应付哦。这个我知道，陈妈妈在我们连上很出名，一天啊至少三通电话，不要说陈天斌受不了，连连上的班长。你都快被他搞疯了。原来是这样哦。之前我帮陈天斌做心理咨询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提到他妈妈。我就在怀疑，他的压力就是来自他妈妈。所以陈天斌的事情跟我们操课没有关系，那他还可以验退吗？这只是我的猜测，可是陈天斌会梦游是事实，继续让他留在营区会有危险，还不如让他早点验退比较保险。我知道，反正在部队大家都保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想赶快把麻烦送走。你也不要怪大家啦，刚进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满怀理想抱负，可是经过一些事情，热情都已经被消磨殆尽了，才会有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。如果热情这么容易就被消耗殆尽的话，那就代表不够坚持。适度的妥协有时候是为了顾全大局。陈长官，我记得我刚进来成功岭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希望我可以为成功岭带来一些改变。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我妥协啊？跳家嘛，哎呀，哎，我唱的啦。哎，阿玲，刚我听到人在讲话。无啊，阿无再唱一届啊。好好好好，走吧走吧，走了总痛苦，把总痛挤出来，把总痛挤出来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
走吧，走吧，走到总统府，把总统请出来，把总统请出来喝酒，喝酒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到总统府，把总统请出来，把总统请出来喝酒。啊，无人要插你，你是咧叫会大哦？嗯，啊，你讲安尼，啊，这做生意就是人人好。不得不实啊！不得不实，你知你得失偌济人无？做人做到这么顾人缘，你爱好好检讨啦。即摆是要检讨啥啊？什么检讨什么？你做人唔通这现实啊！咱做兵唔是摕钱咧做人呢，啊！你一工敢唔甲钱含咧嘴，你唔惊感觉痒去哦？咱是有缘分才会使做共体，都爱惜缘。哎呦，拜托个，敢有需要讲到这严重？你想看卖啊？咱新训中心哦，短短也三十几天尔，你是会当交到偌好的朋友？而且到时阵哦，落部队了，个人就惊个人个啊。咱即摆咧做兵，一个月是赚偌济钱？我若无想一寡办法咯，赚一寡钱转去，安尼哪会用个？就算是安尼，你嘛袂使甲杨洋粉卖予地球吧？大家叫我皮要破去呢？我哪会知伊要摕来甲你创治啊？你承认啊吼？我就讲。我唔知伊要摕来甲恁创治啊！你唔知，上好你唔知啦，气死！哎，干嘛两头家？哎，乔哥，啊，乔哥，乔哥，啊，唔知有啥物吩咐哦？当然嘛，是要甲你交关呐。啊，即个要啥货啊？你知啦。哎，你们看，蝙蝠又飞过去了。哎，谁是蝙蝠？就他。为什么他是蝙蝠？哇，当人家讲啊。啊，你没听过《伊索寓言》哦？你讲国语啦。啊，《伊索寓言》就是国语啊。啊，蝙蝠的故事就是《伊索寓言》里面一个故事啊。啊，就以前鸟类跟兽类大战的时候。啊，有一只蝙蝠，它不知道自己是禽是兽，它两边跑来跑去啊，而且到最后两边都讨厌它。哦，所以不知道是禽还是兽，啊，不就是禽兽？蝙蝠侠，斯白德妹妹。国防部，今天特别的要求。所有国军的体能，像是跑步、伏地挺身、仰卧起坐，还有今年新加入的泳训，这些都是重点课程。希望各位在操作的时候，动作可以确实。陈连明，排长在这里。哟，你在干嘛？你会更严格要求各位。报告班长，这个不会累，我可以做。你还选课程啊？当兵就是一个狗拎个动作，原战海狗趴吗？没有，不让你操课，就是让你好好休息。回转。换手。确实，哎呀，一个人实力多少，早就已经注定了。你这样子临时抱佛脚，顶多给你蒙到个一分、两分，有差吗？无差嘛，卖夸啦。胜败往往就差一两分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拜托你不要乱啦。我祝福你，侥幸吊上车尾。我去洗澡，撤。哼，哎，
怎么样，改变心意了吧？那半入武生啊，好像在中山市帮陈天兵办什么欢送会，排长也默许了。你要不去看一下？我怕他们玩过头。是哦，那我去看一下，谢了。嗯，这群兔崽子。今天要送你什么？我们要送。哎，这个送给你。就要进社会了，要彼此认真。加油！谢刚哥。遵守保重，使劲加油。嗯。庆祝天平淹退了，陈天平淹退，陈天平淹退，淹退了。我跟来福来唱歌，天平要淹退了，淹退，天平要。你今天看到底出去啦？我啦，出去啦，看，出。文少博回应你，海生少，因为是谁？海生哥啊，你妈呀，你啦！我知影哦，今仔日是天兵的欢送 party， 你看我特别友情赞助，没有大家啊，你免惊，假烫海，啊，你的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卖个生气啊啦！我是愈看愈生气。我跟你讲啦，内面吃，你免拢算我，你免烦恼。啊，你这包哦，吃你的大包，得去孝敬恁小哥啊。我保证你哦，看看有谁谁啦，啊！哎，生哥，卖安尼啦。啊！我会把杂志摕出来，嘛是希望你卖个弯啊！哪会知影内底有破烟起来？兄弟，你我别！哎，生哥！哎呦，我不是大，卖冲动啦，有话好我讲啦。我不是要甲拍啦，我要甲拍吼，你嘛救袂了啦。啊！不帮助哦！哦，好佳哉，有护具。我来处理就好啦。了解你的明白啦，我会帮你解释，你先走啦。无啦，我想要你去表示一下我的心意的啦。啊，你死的！这边我上啦。你哟。呼呼呼呼呼！这是谁啊？这是要上林梦瑶的时阵吼，袂阁磕着头啊啦。空中嘛要听咧。带这个梦游让我安全，而且还很有型哎，都不会动哎。天兵，哟，我们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啊！大礼哦，什么？来。
笑什么？啊？乱七八糟，没大人是？不能小声一点吗？包班长，对不起，因为大家都在兴头上，所以没有注意。包班长，请你放心，我们收拾干净的。知道就好。班长，对不起。该相信你就这样的离去，就在那场滂沱的大雨。林斌，哟，班长跟你相处的时间虽然不多，可是班长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。可是哦，你有的事就是少一根筋，常常犯了错，错在哪里自己都不知道。叫你一声天兵啊，真是人如其名。班长，对不起啊，我下次知道投饮料之前要经过你的同意啊。理想它一直都在，只是恐惧不安逼着我去逃避。天兵，班长我啊，局长你几岁，社会历练也比你多，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。从这里离开之后，到了外面就不像在学校跟新训中心，往往犯了错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，懂吗？懂。还有，做人做事你一定要懂得察言观色，不要让你身边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不懂状况的天兵。加油。谢谢班长。今天班上的弟兄帮你办欢送会，心里有什么事情要说就跟大家讲吧。谢班长。一直都在，你是我心中那道最耀眼的光。从小到大都没有人为我办过 party， 就连生日也是跟我妈妈一起过。不然你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我可以一起帮你庆祝啊。对啊，放荡期嘛，好嘛，没关系啦，过几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，我想以后你们一定会把我忘记了。不会了，那也不会了，会不会也是你的身影。小时候同学一过生日，我一定第一个写卡片给他，因为我希望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也可以收到生日卡片。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天了，我生日那一天一张卡片都没拿到。从那一天起，我想再也交不到朋友。交朋友本来就要看缘分嘛。啊，林金吧，你的高点问题挺好朋友啊。对啊。谢谢大家，很开心能够认识你们，这辈子有你们当朋友就足够了。谢谢大家。当兵虽然很辛苦，但其实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。陈天兵，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，知道吗？是。待会音量动作尽量放低，少吸之后继续动作，少吸。谢谢班长。班长，我愿是那小草，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小雨。终日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陪着你，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如果
那边雨，我也是那小雨。终于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才知道，当我挽着你，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如果你是朝露，你是朝露，我也是那小草。如果你是那边雨，我也是那小雨。终于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才知道，当我看着你，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凄厉。上面的人不在帮你庆祝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？排长，我想要留下来，我舍不得大家。我知道，跟大家相处一阵子，舍不得是一定。但是如果你继续留下来，每天都背着红背章，也不用操课，那不如早点退，不要在这里浪费自己的时间。如果可以继续留下来的话，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出操。以你这种状况，按照规定是不能出操。那是伊关公，我心里压力大，才会梦游啊。我在这边很开心啊，一点压力也没有啊。出去之后，我妈要我高考，要考英检，嘿，压力你在多啊？陈天兵，有。就算你让你继续留在这里，你一年后退伍了，还是要规划自己的未来，这是你迟早要面对，你不能逃避。我知道啊。可是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舍不得他们。我出去之后，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了啦。在学校跟部队里，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交心的朋友。等到你出社会开始工作，身边的朋友都跟你有利益关系，真的很难交心。虽然你要离开了，但是你要永远记得这段友情。我知道。虽然你没剩几天，但是要好好把握。谢排长，各位弟兄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天上长晚安。各位弟兄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
啦？我问你，我看起来像跟虞三人在谈恋爱的样子吗？怎么可能啊，全世界男人都当和尚了，你也不会看上他吧？对嘛，罗刚居然说我跟虞三人在谈恋爱。你的确是在谈恋爱，不过不是跟虞三人，是跟罗刚。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不要再盯了啦，你现在满脑子都是他，所以上次才会表错情，以为字条是他留的啊。哎，上次明明是你先说的，我才会被你误导吧？你心里没那么想，会被我误导？不要光说我，我刚看你一个人在那边发呆，应该是为了生牌吧？你不要胡说啦，你也不要再盯了啦。瞎子都看得出来你喜欢孙牌，既然喜欢就去追嘛，干嘛扭扭捏捏的？不要把我说的跟花痴一样啦，感情的事情顺其自然就好了，况且人家如果没有意思，我也不好去表示什么。孙牌那个人木讷又迟钝，你要等到他开窍，我都当国防部长了，难不成要我倒追啊？现在什么时代，女生追男生又不是什么丢脸事。你不是一直想去听音乐会吗？快放肯定假了，你就约孙牌姐去看嘛。这样好吗？这样哪里？怎么啦？我一进来就不讲话，有什么小秘密怕我知道？碧莹，静雯也是自己姐妹啊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喜欢人又不是什么过错啊。那你明明喜欢罗刚，干嘛不承认啊？那你什么时候跟孙牌告白啊？你再说我就跟你绝交了啦。碧莹，你不用觉得尴尬，其实我早就猜到了。你看吧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搞不好就只有孙牌不知道。你再不主动一点，搞不好就有人捷足先登了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去洗澡了。都是你啦，在静雯面前讲一些奇怪的话，把气氛搞得这么尴尬。是你在静雯面前遮遮掩掩的，才让人家觉得尴尬啊！真搞不懂在害羞什么。部队起床！大耀子，你还要睡是不是？
请问一下，陈明的状况还好吧？他的外伤我已经帮他处理过了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待会观察一下，如果没有脑震荡的症状，就不用后送了。谢谢你。陈明，海江浩，你怎么无缘无故把自己脚绑起来？我想说把脚绑起来，晚上就不会乱跑啊，这样就不会被验退了。排长，我想跟大家在一块啦。我还以为你那时候只是一时的情绪，说想留下来，没想到你是那么认真。排长，哎呦，要死我！那个你包干的啦，啊，是真严重哟，啊。无啦嘛，陈妈妈。陈天兵只是擦伤而已，而且我也将他伤口处理好了，请放心。啊，你拍一下哎，蔡兄，蔡兄，那有可能包到这大包啦？妈，这不严重啦，这医馆甲包了较定金尔啦。你别惊，妈好你哭，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哎，啊，你这个班长你是安怎做的哈？阮天咧，这嘛是已经要验退啊哦，你是安怎叫伊出操，还一包包倒哈？阿妈，你误会啊啦。我们现在哦都没有让陈天兵出操了啦，他是晚上哦把自己脚绑起来，他早上起床又忘记解开，这不干呢啦。哎，你俩住阮天天进进天天，哈，伊无代无钱，哪有可能家己的脚绑绑起来？你家己话吼？没有啦，无啦妈，是我家己把脚绑起来啦，因为我惊佫梦游啊。哎呦，公英啊嘞！啊，咱即马都已经要验退啊，安尼你无压力吼，唔免出招，你都袂阁暗时起来乱乱说啊啦。妈，我有一句话想要甲你讲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吼，你想要较紧转来去啦。你放心啦，妈妈替你来甲长官讲吼。啊，恁三个吼是谁会当做主的哈？哦，啊，你这个排长啊。啊！你是第时才要洪天的验腿，你嘛讲一了时间嘞。你上好吼是今仔日手续办办了好势，唔通阁沉落去啊啦。陈妈妈，陈天兵的验腿公文已经送出去了，但是正确的时间我不敢跟你确定。不过陈天兵他现在不想验腿，我想陈妈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听你的骗鬼袂食水，阮天的头壳唔是歹去啊，哪有可能讲这款话啦？吼，恁实在真侥幸嘞。恁家己爱做兵吼，恁通天的落去啦，啊无即马是安怎？叫人签字愿意，是当做业绩呢啊？陈妈妈，请你讲道理一下。我们排长是想说，陈天兵不管是想要离开或留下，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呐。你放心，公文一下来，我马上打给你。爸，你即马就带我来摸清楚，今仔公文摸落来，我明仔载要阁来啦。天天啊，妈妈吼，带恁班长来问公文的代志，吼，啊，较等吼，再来给你看吼。哎呦，小小呢，我。包排长，既然阿姆那么不放心，那我就带阿姆去看看公文跑的怎么样。有。哦。阿姆，赶快，嘉宾啊。我刚才讲的死囡仔婆。陈天兵，既然你自己不想验退，为什么不跟你妈说清楚啊？没有用的啦，我妈很鲁的，从小到大，什么事情都是她做决定。排长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，不要让我验退，这样我妈就没辙了啦。你的验退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，这也要看上面的长官，还有医官那边的报告。诊断报告已经送到营部去了，现在想拿回来也来不及了。啊，搞不好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来吧，年轻人，你想做壮士来吗？